無足咧就咁樣駁佢啦嚇。啊，無足曰：夫婦之於人啊，無所不利，窮美救世，治人之所不得地，言人之所不能及，挟人之勇力以為威強，秉人之智謀以為明察，因人之德以為賢良，非享國而嚴約君父。且乎聲色滋味權勢之人啊，心不待學而樂之，體不待象而安之。乎欲惡避就，故不待思，此人之性也。天下雖非我啊，孰能持之？嗰種巴閉地方，所謂咧，有錢就係使得鬼推磨。當你有錢之後咧，你就成個唔同曬啦。所以你知道咧，錢嘅重要。富之於人啊，嗱，有錢啊，有錢係萬萬都能嘅嚇，無所不利。佢可以咧追求最美嘅嘢，可以追求權勢。這個字是個勢字嚟嘅，這個勢就是勢權勢啊。佢下邊有另外一個就係呢度一樣啫，同呢個字一樣嘅就勢。誒，有錢你就得噶啦，你可以追求好靚嘅嘢，可以追求到權勢。有利就有權啊嘛，嚇！佢話呢啲啊，你哋你嗰啲高人係嘛？道德之士，呢、這個智人就係聖人嚟嘅，智人同埋賢人一樣嘅，即包括你修行嘅人啊，喺嗰個宗教上面修行嘅層次嘅人。神仙成日警惕那些修行的人，不要因为眷恋世间里面的美世啊，忘记了翻上去 啊！你下来的时候你要做嘢噶咋，做嘢吓，因为你有个站要下来，你要做嘢。哇！你落到嚟之后咧，又追求美世，又追求权势，你忘记了自己是做乜嘢，你就不会翻到上去了。世俗嘅系唔知嘅，但系嗰啲修行一定要知道。治人之所不逮，言人之所不能及，不能及即是不能逮。在你的高人眼中里面，你说没有钱的话，你根本是不知道个味道是什么。挟有钱之后你巴费挟人之勇力以为威强。我不懂打交是吧、哎、我有钱请几多个保镖都得，李小龙天天跟着我都得，是不是挟人之勇力以为威强。我见嗰啲人都落车成八个保镖啊，八个保镖啊，前面四个跟住贴身四个，系嘛？佢唔使打得噶，使乜打得？嗰个几个帮你，你埋都埋到佢身。挟人之勇力以为威强，成支军队啊，三千几个保镖，好啊，系嘛？唔使自己担心噶，日夜睇实你啊，佢都唔使瞓啊，喺门口睇实你。秉人之智谋以为明察，你冇脑咩？嗱，人哋嗰啲几叻嘅，请翻嚟帮你谂计度桥，啊，帮你同你谂掂佢。以前殖民地时期啊，佢嗰啲咧福利好到不得了，读书啊，房屋津贴啊，乜嘢津贴都有，所以冇咁多施政嘅问题。佢话咧，嗰啲人啊喺个鸦片烟馆帮你谂掂佢，啊。你就是有呢啲福利，系嘛嗱？你谂唔掂咧，佢谂同你谂得掂。你谂得掂，你就可以继续享受呢啲高薪厚职。谂唔掂啊，递过上去，系嘛嗱？咁噶啦，系嘛？有钱就使得鬼推磨啊嘛。丙人啊，呢个丙系持也，呢个丙啊系守得和啊，呢个字咁啊。呢一铺呢个系个和嚟噶，有个丙咧就有一只手拿住。两棵禾呢就是个兼字，一手拿住两棵禾就是个兼字。手执智谋以为明察，你睇唔到咩？我手下帮你睇到啊，几多权谋术数帮你諗掂。因人之德以为贤良，呢个德呢唔一定係道德，就係才干。哇，你咁犀利咁样吓，你有本事搞定那些
棘手問題，呢、這個叫做德，就係叫做賢良。啊，你就可以啦，去到嗰個嗰啲中央政治局委員啦。政治係天分嚟噶嘛，乜嘢都俾你諗掂。以前嗰個孫旭啊，50歲咧就過身啦，就依附曹操。到後來咧，曹操叫佢殺嗰個馬王侯，佢唔制。縮手，結果就被曹操毒死。但是之前呢，就因為他有那些政治天分，因為他是政治世家來的，幫曹操呢掃平那些軍閥、啊、一個一個克服破路捧捧聲去升官。結果後來他發覺呢是跟錯了曹操，原來曹操是利用他去做壞事的，他不制就被曹操毒死了，50歲了。政治裏面有這些能力的，不是我們普通做得到的，權謀術數，這個叫做德，因人之德以為賢良。有上述這麼多的人幫你，就算你不是擁有國家的領土都好，但是被人尊重你好像人君一樣。這個賢者就是尊人，嚴師為難，嚴師為難不是說惡死難登那種，是尊師為難，嚴若君父、啊、被人尊重到你好像人君，好像爸爸那樣來看看。還有啊，且乎聲色之味，權勢之人，聲色之味、啊、享受啊，不只是色、啊、什麼都有，權勢對人是人都啱啊，唔使啊，人教你咧，你都识得欣赏、珍惜嘅，唔需要咧去模仿。嗱，呢个长者系模仿，系仿效，唔使人教你，唔使学过咧，你都识得中意呢啲权势。喺嗰啲五代十国时期，有啲国呢、这个国家咧好短命嘅，10年8年就改朝换代噶啦。里边咧有啲。帝王啊，有啲帝王咧系10几20岁仔嘅咋？哇！佢写佢嗰啲权力啊，肆无忌惮，点样？因为佢系一国之君啊嘛，佢中意点就点样，写到佢嗰种穷极享受、奸淫掳掠，乜都做晒嘅，就系呢啲啊，里边有写啊，嗰本《南史》啊就有啦，我睇过，以前我睇过。就讲一个好细路，啲细路仔上去做到10几20岁到啫，吓喺呢啲啊，完全系只手遮天，冇网管下边嘅人啊，佢中意点样就点样噶，荒淫掳掠乜都做晒，吓佢话唔使学噶，唔使学，不代冇人教，有人教啲咩仲弊添，啲大监啊教你，你冇本身冇咁坏都教到你咁坏，睇不代象而安之。四样嘢，喜欢唔喜欢啊？欲恶避回避吓、啊，接近边啲中意唔中意嗱？冇嘅就享受，中意你就自己冇阿 Sir 带住咧，你都识去嘅。故不代师，此人之性也。即系中意享受，中意权势，系咪啊？个个都中意。啊，你中意咧啊？赚钱咯。所以以前啊，我听讲老师讲噶，每个学生咧派两粒荔枝俾佢食啊，日本仔啊，派两个荔枝，挂绿啊乜成，好唔好食啊？好好食嘅咧咁啊，好食咧，但系打中国啊，就咁啊，打中国啦啊，嗰度大把荔枝食啊。呢啲咪教你道理升仙嗰啲，咪咁样系咪？俾啲甜头嚟引你跌落个陷阱啊！不代师，此人之性也。你啊，贪玩贪食嗰啲啊，谂住不劳而获啊，跌落咗人个陷阱，你就成世俾人控制。天下虽非我啊，孰能持之？嗱，呢个啊嗱，系个唔净止系我中意呢样。其他人我想都是一样的，誰說說給到這些你不要，孰能持之？持真的不要，不受也。這個詞呢，現在我們這個詞呢是那些文詞的詞，
你唔要佢推辞嘅钱咧，系呢个钱，不受养。呢个咯啊，下边又咁样答。嗱，我以前开头嘅时候讲过啦，庄子嗰啲文章啊，佢往往咧就系一个正嘅，一个负嘅，一种对比嘅描写噶。嗱，上边毛竹讲嘅系负面嘅吓，嗱，咁啊跟住智和讲咧就系正面嘅。你睇下佢嗰个个字数行距都差唔多嘅。佢谂翻啲相对嘅嘢去写，呢种系一种咧系训练思考或者系模仿写作嘅嗰啲例子嚟嘅，可以学一下吓。你嗱上边咁样去，你咁样博翻啦，辩论都系咁啫嘛。我以前睇嗰啲报纸啊，有个嘢喺个喺嗰个原来两张报纸咧，东方同埋咩咁噶，苹果吓，呢边系正方，佢系反方。啊！呢度啊闹政府，嗰啲又替政府闹翻佢噶啦。你话咪赚两份稿费啊？正方系佢，反方系佢嗱。其实有呢啲嘢噶吓，你有本事你就可以写，就系咁样嘅嘢吓。呢度闹政府，嗰度跟住替政府啊闹翻佢。嗱，一个人写。知和呀，知和呀，智者之为，故动以百姓。不为其道，是以足而不争，无以为故不求。不足故求之，争四处而不自为贪，有余故持之，弃天下而不自为以为念。念贪之实，非以迫外也，反奸之道。咁啊，世为天子而不以为不以贵骄人，富有天下而不以财弃人。计其患，虑其反，以为害于性，故持不受也，非以妖名于也。尧舜为帝而庸，非天非人，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，善卷许由，得帝而不受，非虚持扬也。不以是害己，此皆就其利，持其害。天下清然然啊！皆可以有之，比非以轻名而也。呢度一个，呢度一段啊，咁样去驳翻佢，好高啊！呢度呢一段，我留咗一个九十三里边有个注啊，即系有钱使得鬼推磨嗰种嗰度嗰个讲法。刘孝标有个广绝交论，你揾唔揾到啊？九十三要讲下呢条啊，世态炎凉啊！就是这里讲住交论，他先是朱木有个住交论，就是讲啲朋友啊，有好多种嘅嗰啲势利之交啊，咩交嗰啲咁嘅朱朋友啊，就写咗一样嘢之后咧，然后刘孝标就喺呢个朱木嘅住交论里边就咧加咗嘢上去咧，就叫讲住交论啊，写尽人生百态。非常好的文章来的、啊、你自己在文宣里面看、啊、不是单单是一种文章 是写人性的真实问题。而啊那个而狄公方规规言立门以针客何见之晚晚爷那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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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狄公呢在发达的时候即係在位嘅時候咧，哇！好多嗰啲擦鞋仔、馬屁友咧，日咁嚟噶。一旦佢燉咗冬菇咧，哇！門可羅雀啊，白烏蠅啊！以前咧發達嘅時候咧，就居馬填門，門口拍滿曬車。嘿，乜嘢達官貴人都個個都想嚟揾你，梗係有求於你噶，好多元真去揾你推薦書啊、升官啊、咩嘢剩啊，係投佢一票啊，乜都有嘅。一炖咗冬菇之后咧，门可罗雀可以剩到咧捉雀仔。到后来咧，咸鱼翻身，哇！啲马屁友咧又嚟，于是乎喺门口里边咧就写咗对怼去递嗰啲友嘅，啊！一日啊，嗰啲友嚟当你冇一样咧，唔知丑口面皮到死嘛，照嚟，系嘛啊！呢个夏归狄公啊，为廷尉宾客亦服填满，再嚟嘅时候咧及费。门外可设雀罗，即系门可罗雀啦吓，捉雀啊！
后来升温官咸鱼翻身，宾客又欲往，佢就大佢一死一生乃知交情，生离死别吓吓、啊，就睇到咧佢两个人嘅关系咧系几咁亲切，有啲喊到肥啲肥嚟啦，有啲仲系笑啊，知都唔笑嗰啲咁，个个唔同噶吓、啊，一死一生乃知交情，生者同埋死者之间嗰个情有几深啊，正呢个系人情方面嘅。好啦，世大炎凉下，一贫一富乃知交态，一贵一贱乃嗰个交情乃现啊显露出嚟。佢当其时嗰啲作对咧，未有而家后世咁进步噶。啊，就系呢个系汉代嘅时期啊，就喺个作对方面咧，冇后世啲咁工整。但系咧就系写到咧世态炎凉，就系补充翻上边啊，挟人之勇力啊，即系当你有钱嘅时候，乜都。我又有人帮你做得到，你出得钱就得啦。咁啊，智和若吓智者之为，佢做事啊，智者智慧的人去做事，就系、是、按百姓嘅意愿去做嘅。吓、啊，即系我尊重你嘅意愿，我唔系净系逼用钱逼你做，吓、啊、按照你嘅意愿去做，唔会。违背呢个法度是正途的、啊、叫你做得到都是 合情合理去做。事已呢是足而不争、啊、自足不会同人争，因为不是违法的事嘛，是吧？你怎样做违法的事，梗是有不轨的企图的，不做这些、啊、杀一不辜以得天下不为人。儒家吓，佢系咁噶，杀一无辜而得天下咧，就唔做嘅。呢个系儒家嘅原则。但系嗰啲吓政客，满手鲜血，乜都做，系嘛？呢、这个异己啊，反对者对自己有威胁嘅就杀你噶啦。啊，去参加政治啊，嗱，你当你有一种力量升起嘅时候咧，嗰啲敌对。就会杀你的。智者不会做这些的，智者不会做这些。但是这样他不做这些的话就被人笑了，叫政坛白痴啊，阴公、啊、你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，人家笑你是叫政坛白痴，你不杀人家呢，人家杀你的。所以你不要做这件事、啊、不要去参加政治啊，事宜啊，足而不争，就是知足就够了，不要跟人争。无以为啊，故不求，因为我无所求啊，所以我就不去额外的去追求，做回自己应份做的就算数了。你啊，人心不足蛇吞象的，你就去追求，是不是啊？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啊，四处争夺去掠夺人的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贪，那些不足的、啊、他是不足手段，没有了求，没有了期的、啊、好像个无底深潭一样，永远没有救的。于是乎四处掠夺，他不觉得自己是贪过龙的。有余就固持之，相对的话，我们的内德充实，我们可以不要的。几多十亿系嘛？使几世都使唔晒。我哋嗰啲系一个月可能使二三千蚊嘅，几时先使到几多十亿啊？呢啲钱系咪对我嚟讲系冇意思，就系、是、一个银码嚟嘅啫，系嘛？有余，所以就系持之。嗱，呢个叫做知足常乐啦，知足常乐。呢啲人啊，知足系嘛？欺天下而不以为念啊！他不跟人争天下，不跟人打天下，不觉得他是一种廉洁的。啊，廉贪之实就非以迫外也。啊，他有廉和贪，就不是因为是外物的迫使，是其实呢是你自己去追求。啊，他为什么不去外面追求呢？非以迫外，不是外面追求呢，就是由于他能够呢是反观修省，反监之道。这个监下就是监察，刚才那个监字，
是能够反观修行，看得到我自己不需要这些。有这种知足的话，世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，高老天子是吧，不会欺压那些百姓，我几高你几低，没的，叫临心以为高，就是富而骄，富贵而骄，这个老子所说的富贵而骄，他不会，不单止说是以富去骄人，甚至乎可能去掠夺打其他国家。陈胜吴广之所以失败呢，他是揭竿起义成功的，秦朝灭的时候他是第一个人是揭竿起义。你那些兵马俑讲那些战怎样犀利不成，但是秦朝亡的时期呢，是输给那些弹挑锄头他们有犀利的武器，有弓箭，是吧，但是那些农民起义，大陆讲的农民起义呢，就只是拿弹挑锄头去打，个个都去打。结果呢，陈胜吴广就以一个普通的人做了皇帝。做了皇帝之后呢，忘记了以前革命的原因，最初他说革命 的失败呢就不够经验，不是不够经验，发了一弹就不识人，沉迷于富贵享乐，结果很快就被人推落。就是这样，这个是例子来的，例子来的。那些乡里你去探他，他初初都接待的，但是乡里大人就不生性，成日讲翻佢以前未发达之前嗰种衰嘢，最罩忌。你以前啊，着条短打随街走下，我哋去嗰度饮酒啊，几开心啊咁。哇，人哋做咗皇帝就唔想听呢啲嘢噶嘛。哎呀，一味抄翻以前乡下嗰啲梅出嚟讲，唔系得罪人啦。佢又唔中意听啊，咪结果同对嗰啲讲啊，就唔客气啊。咁嗰啲人俾人。俾面色睇之後咧，發咗大就唔識人啦，咁啊就離心離德啦。嗱，有呢個咁嘅貴尊重，你就唔會去以財欺人，富貴而驕，以貴欺人，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欺人啊！嗱，呢個不以財欺人，以勢欺人，以財欺人，點解咧？计其患，累其反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但想到由盛而衰，由高而跌低的时候那个情况。老子说富贵而骄就自为其咎嘛。那个富贵不是永远在这里的。物竞就必反，盛极就会衰。当你由高处跌回到低处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这件事的。一阵我哋会举到呢个例子，事物嘅发展啊，唔系直线嘅，系圆形嘅。直线发展咧嘅话咧，就系有去就冇回头。但系咧，我哋中人认为历史嘅发展嘅事物嘅发展啊，系圆形发展，系会重复咁样出现。所以咧，就系有盛就有衰，有起咧就有止。当事物发展到最高呢，它就一定要从相反方向滑落的。调翻转头啦，在最低点的时候，是吧，即是现在最低的时候，股票乜都衰，但是你不用气馁的，总之你还有口气的话呢，都还可以咸鱼翻山咁弹翻上去。但不知几时你在盛的时候，你就想起跌低的时候的问题。打天下捱上去不緊要的，但是響慣了之後呢，這裡跌下來你就淒涼，這個就反。所以我要插一段給你看先，這個是政治 的經驗來的。這個是淮南子全言分，应该是雪山坟，唔系雪山坟，唔翻去查啦。呢个就系
居安思危，《易经》里面所讲的叫做忧危哲学，人一定要有这个叫居安思危啊，咁样嘅啊，居安思危叫做忧危。有一種憂危思想，時刻提醒自己，在這個城的時候會跌回低。他說這些做官的管治百姓的人好像怎樣呢？若以扶索御賓馬，那個馬匹控制的馬匹剛才說缰繩，那條缰繩是煤的，前面是四匹马，有些成六匹的，最少都四匹。你靠条缰绳就是放绳或者收紧。但是那条绳如果断呢，扶索啊，坏名是扶索，一断你就会人车就会翻转。咁危险的即马跑行的嘛。你说要停啊，刹停的话呢，刹停了掹那条绳就断了。你是这样的，你不会高高在上，那只马被你控制，但是你控制那条绳是煤的，你就没得控制了。若剪薄冰，这个就是个剪理，剪理即是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《诗经》啊，临深履薄，《诗经》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它由这里化出来的。你见到你上黄山，我未去过黄山，我见到人行黄山，他踩那条钢线，那里的板很窄的，其实没危险的，因为有安全带又索住条绳喺个钢线度咁去，嗱吓亲死嘅。但系如果你冇嘅话咧，冇嗰条绳，你谂下嗱，下边就系万丈悬崖，揸都冇噶，冇得执噶。你搵有直升机都未必执翻齐咁多，执翻嚟啊！就系咁啊。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呢个系北方嘅，我哋南方冇啦。因为北方咧，佢结咗冰咧，哇，成个冰面好似球场喺度玩嘅。但是它融雪的时候在下面融，不是面头的，在下面融。你踩下去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薄不下去，一跌下去就要在那个河口那里才找一条丝。但未必找到，因为它被冰卡住的时候你就找不到条丝。就是这样，若扶索御賓馬，若剪薄冰，就是这话临深履薄，而在呢那个薄冰下面还有这个胶鲨鱼，原来这个是胶在下面，你一跌下去啱啱跌了你，是吧？若入树林遇乳虎，这个乳虎就不是老虎仔，是老虎乸，啱啱生了 BB 出来搵食那些，哈哈，这个乳虎你揸都没有。那下面就解释啦，为什么之前那人要低阿信要传位呢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位置不好做的。三杀位是吧，你一管治不掂呢，你就是由高处跌落，这个反呢就是跌落去，这些感觉，这个反就是要写个反字，介绍那个反跌低之后，政治失败之后，你面对那个危险性叫反。咁实际呢，这个呢是在尚书啊，嗰、那个五子之歌里边系出嚟嘅，一早就提醒下你嗰啲做领袖嘅系要面对呢啲咁嘅困难嘅，因为太康失德，以日月灭厥德，夏朝咧系曾经亡国噶，有少康中兴啊嘛，太康嘅时期咧，因为成日挂住去打猎啊，结果后来俾个有穷少康系咪谋朝篡位咯？他的亲戚走回去那个外家那里，那些外家呢拿回他们以前祖先教训那些子孙的文字给他们看，
因為其中裏邊係有呢個咧係弱而負索如奔馬咁嘅説法嘅。後來咧，少康就中興係復國啊，呢個係講啊嗰啲管治者如果唔生性咧，下邊就作反噶啦，你就會變成咁個樣子，係嘛？變成咗咧，以為害於性啊，呢個性就生也，就害於生生命，故持而不受也。啊，佢唔係話唔中意嗰個地位，而係話咧坐咗呢個位之後咧，你承擔嗰個失敗嘅後果啊，就係咁嚴重嘅，所以寧願唔要。啊，就唔係話咧要求名譽啊，我做個皇帝喎嚇，唔係呢啲，要。